好的，一路顺风。 你是有病啊！那批货什么时候能够继续送啊？再过两个星期。小老板，我要去南部，9000，能寄10块钱，我的收入9500算了。下个冰，走下谷。这个老许的可以了啊！年无许的许哈，不是上年许哈。小何知道你不用比了。 来来来，搞个几天啊！大一男的，大一男嘛，6500啊！就长途这最重要的线索，我接住哈，可以跟你聊得来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说这就是我爸，这小的时候上过病吗？为什么后面有人跟着我们呢？还是那个海伦呢？对，你就这么信啊？ 没钱，没钱，为什么做我的妾？等我办完事，我就有钱，有钱我就会给你。你相信人可以活到1400岁吗？人也不好了，过去的没关系的，最重要是你做个好人嘛。 千万不可以拿人家的照片来说是你爸爸的嘛！先生，去哪里呀、啊？